男人都怕回娘家，外国人也不例外。我的老婆的妈妈从第一天到现在差不多两年了，她就哎格力啊，格力啊，你来这个啊，格力啊。我的老婆的妈妈跟爸爸以前都没有看过外国人，他们说啊胡子好多，头发哦头发不多，然后我的内裤全部不见了。今天晚间11点，东森超市1/2强。